级汽车。气球满天飞，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！哇，好漂亮的气球，我想要买一个。你想要哪一个呢？哇，这个红色的我喜欢。那给你。我又觉得绿色的好像更不错。好吧。我好像更喜欢粉色的。哎呦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来，气球给你，你自己慢慢选。哎呦，哇，要哪个好呢？我得好好选一选。哎呀，怎么飞上天了？阿布，小心！救命啊！皮皮，阿布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没事，我的气球有事。别担心，猴子老板，我们能帮你把气球都拿回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天哪，这么多！没关系，对我来说小意思。哦，那就比一比，看谁能找到更多的气球。来吧。大大车轮弹啊弹，出租车呀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飘，一个两个抓住了。气球挂在树上，看我跳得更高。风儿吹来气球飞，越飞越高，抓不到。哎，好生气呀！换我来，张开翅膀飞。救护车呀飞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飘，我全部都能抓到。气球飞上云端，我能把它找到。风儿吹来气球跑，左边右边到处飞。气球太不听话了，看来我们需要合作。你说的没错，摩天轮上有气球，出租车呀跳呀跳，抓到啦！小鸟抓着气球飞，救护车呀追呀追，抓到啦！剩下的气球在哪里？在这里！气球飞到湖面上，气球飞到大路上，气球飞到街道上。猴子老板，还给你。多亏了超级汽车，气球都找回来了。太感谢你们了。大家要抓紧，别让气球再飞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陨石袭击。我听说这次的流星雨是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哦，真的好期待呀！
根据我的调查，贝勒森林就是最好的观测点。那我们快点走吧。快点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。我来搭帐篷。我们来准备食物。我来组装望远镜。皮皮小心。流星雨观察小队准备 go。 看见流星雨时一定要记得许愿哦。哥哥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不好，是一颗着火的超大陨石。超大？有这么大吗？根据计算，比一栋房子还大。让我看看这颗陨石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是贝勒森林。贝勒森林有危险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铁臂挖掘机，装甲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来看流星雨的吗？看什么流星雨啊！快跑，你们有危险。没错，有一颗带火的超大陨石正朝这边飞来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快走吧。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还要许愿呢。真的有大火球。大家往这边跑。好陨石好像一颗大火球，好可怕。小心，森林现在有危险。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超级汽车来帮忙，随时准备好战斗，守护森林的安全。举石头，瞄准目标甩出去，要用力，飞啊飞，大大石头击碎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，陨石打不坏。看我的，消防车，灭火救援最无敌，最无敌，超目标，水枪大炮准备好，准备好，砰砰砰，大大水球熄灭你。一个接一个发射，哎呀，大火灭不掉。怎么办？陨石越来越近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一起上。加速度，石头旋转飞出去，好快啊！加能量，水球变大喷出去，好强啊！大陨石轰隆轰隆被击碎，变成小小的火球，哗啦哗啦被熄灭。成功了！太好了，贝勒森林安全了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！雪山救援！哟呵，看我的！你滑得太快了。快来追我们。救命啊。皮皮小心。皮皮你没事吧？
我没事。皮皮，你的样子好搞笑呀。我们继续滑雪吧。不好了，皮皮，是雪崩。快跑呀。救命啊。这儿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是雪山发生了崩塌。雪山距离小镇很远，应该没有危险。哦，今天早上皮皮还约我去滑雪呢，幸好我没去。不好，皮皮有危险！召唤超级汽车！超雷达警车，铁臂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不是被埋在雪下面了呀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皮皮。交给我们吧。雷达启动，开始挖掘。雪山在崩塌，白茫茫的看不见，大雪哗哗下，怎么办？第五我来啦，搜救行动交给我，雷达滴滴响，发现了。哐哐哐哐我来啦，挖掘任务交给我，挖呀向下挖，哈，找到了。皮皮，你没事吧？不见了。快去救阿布。
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别跑！你们怎么都从农场跑出来了呀？快回来！怎么回事啊？嘎嘎嘎嘎！啊 ！Oh my god！ 我的新衣服！哎呀呀！我的蔬菜！小镇是不是出大事了？怎么到处都是警报呀？看来是农场里的小动物跑出来了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是忙碌的一天了。哎呀，真讨厌！哼，我要把你们全都送回农场。弹一弹大车轮，看我蹦蹦跳，一蹦三尺高，小鸡往哪逃？加速向前追，小鸭子别想跑，我们将你包围。小兔子来捣乱，小鸡飞上树，小鸭跳下水，哦，全都跑丢了。没关系，开启定位系统，一定能把他们找回来。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！开定位找呀找，小鸡们躲在哪？滴滴滴找到了，它躲在大树上。开定位找呀找，小鸭子躲在哪？滴滴滴找到了，它躲在荷叶下。开定位找呀找，小兔子躲在哪？滴滴滴找到了，它躲在箱子里。小小兔子追呀追，小小鸭子跟呀跟，小鸡小鸡别乱飞。太感谢了，为了活开心活，这篮鸡蛋送给你们吧。人呢？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！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！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！出发！
指挥中心，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，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。
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进车的礼物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炮砰砰砰。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，别慢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猖狂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
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燃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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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森林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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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救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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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，我的车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，不断倒下，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！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快跑啊！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，贝勒湖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
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氮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。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，天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，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
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圈两圈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兵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被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肚子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我却鸡呀空空空，一枪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安心困住了，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，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花园大道，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。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哦，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、哦？哇，小花，让我问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有人把花都偷走了，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，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哒哒哒，四一二三，对着东东挖呀挖。哒哒，水炮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。哒哒，轮子跳得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。小偷小偷别想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，加油！
射水炮弹，打水打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冲出来。哈哈，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嗯嗯。愤怒的蜜蜂。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。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了。不疼了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，哟吼，任务成功，快送他们回家吧。
他们都送回家了。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